星之地。哈哈哈，我要上火星了。我刚到这个遗址，又光荣的倒车了。好吧，漂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丽丝的巧克力。巧克力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青海毛崖市的冷福镇，这边呢有一个废弃的石油小镇，始建于50年代，毁于80年代。这边呢，据说曾经是居住有20万人，可是，在一夜之间，它变成了一座荒凉的小镇，所有的东西都全部被搬走，只剩下这些现在所看到的没有房顶的废弃屋。这边的风沙现在是特别大，不能想象曾经居住20万人的地方，如今成这个样子。从这边可以看到，以前这个镇是非常热闹的，它的房屋建得非常密集，特别的大。但是现在呢，所有的都全部被搬空了。我不太明白这些房顶是怎么没了的，也许是被风沙吹走了吧，因为人不可能去拆它吧。我现在身后呢是一座工商银行的门牌，它可能是建于54年左右。大家可以想象54年，然后能在这里建一个银行，可想而知它的繁华程度。但现在呢，它已经成这样了，真的是让人感到挺惋惜的。当然，在这边呢也存在着它很多的故事，比如说为什么一夜之间，然后整个小镇被搬离了。在我身后呢，以前这边是一片广场，然后后面还有很多树，看来以前的绿植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树林应该是很长了，但死掉应该也有10多20年了，树桩还在。这个拿去做个凳子应该还不错。哎，哎呦呦呦呦，喂，切过小凳子。哎，你说晚上我如果这样穿一身红衣，坐在这个树桩上，这样荡着腿，突然来一个人，应该会被吓死吧？在这么荒凉的地方，脑补一下，这么荒凉的地方，树桩上坐个美女，荡着腿，一身红衣，好冷啊！现在巧克力是爬到这个台子上，然后给大家拍一下整个小镇，整个废弃的小镇。因为今天风是特别特别大，没办法飞无人机航拍。如果飞航拍的话，整个画面估计会更加震撼。现在只能这样子给大家参观一下整个遗址了。哎，这边也找不到避风的地方了，就躲在这个角落跟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吧。据说呢，这边还有一个以前有7位女的勘察队员，她们出去玩是走了150公里，没有带任何补给的情况下，去了150公里以外的一个叫做南巴乡的地方。南巴乡它的来历呢，就是因为这几个女勘察员的名字而得，就因为她们而得来的。因为那7名女勘察员最后死在了南巴乡。当然有2位后来是在冷福10多公里的地方找到的啊，当然这些都是听在这里以前的老工人讲述的故事，大家就仅供参考娱乐一下啊。那7名女勘察队员什么都没有带，走了150多公里，你可想而知有多累。
后来就是有五位死在了蓝八仙里面，另外两位呢，他们是走回来了，但是在距离十多公里的地方还是去世了。等找到他们的遗体的时候，他们的胃里被剪破出来，残留着另外几位女勘察员的 DNA， 是 DNA 吧，反正就是残留着他们的皮肤组织。然后他们所走过的那一路全部都是产量非常高的石油，反正就是产石油非常高的，具体的反正也不是很懂，就都是听说的一些故事，还有更多更多更多，那就不一一说出来了，因为说不完。想象一下，当年老一辈在这边真的是非常辛苦啊，风沙这么大，然后经历着各种勘察，然后采出那么多油矿来供国家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还有什么教育基地啊，虽然它比较荒废，而且它的传说也比较多，但是大家就是偶尔听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当真。我是觉得可能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，因为石油采光了，所以搬到冷湖那边去了。这个地方荒成这样确实有点可惜。现在看的话，它是有另外一种视觉冲击带给我们，大家如果有经过的话可以来玩一下，感觉还不错的。毕竟这么壮观的一座小镇颓废成这样还是难得一见的。好吧，巧克力现在呢就要出发了，因为这里风实在是太大了，吹的人太冻，受不了。带来别样的体验有过那么一次，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。拜。刚刚在要走的时候呢，还是飞了一段无人机，风小一点了，能够看整个全貌。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，它这个墙以前的，你看它并不是用现在的砖头砌的，是以前晾晒的土堆做的，然后特别结实。你看这边风沙这么大，然后都没有给它吹倒。自己晾晒的黑砖，还有它的房顶，好像是真的是被这边的人所拆掉的，因为它房上之前建的时候是用这边的一些那个什么钢管还是什么，所以搬走了过后，当地的老乡给它拆掉的，有些是芦苇杆还是什么杆搭的，那个是被风化掉了，所以这边所有的房顶都没有顶了。好吧，真的要出发了，拜拜了。